特助市是嘉义县滨海地区的发展中心，因为市区道路较细条，有塔时拢会塞车。县长张冠和各级民代争取设置转运站，日前新建工程由县长张冠和特助市长王如金等人主持动土典礼。希望会当改善破处的车流。破处是咱沿海地区吼，七通镇的啊生活中心、政治中心、金融的中心，甚至就是交通的中心啦。啊，所有吼啊，这七通镇的要出外吼，所有的交通吼，拢总是破处吼，啊，伫遮转车啦。啊，过去拢行三通路吼，啊，三通路吼。哎，路宽差不多十五米吼，咱过去家己客运公车组拢差不多离遐咧出入吼，啊车足济吼，啊定来吼，交通会拍夹，因为讲有一个统一的吼啊集结点吼转运站吼，所以咱这届转运中心吼规划在体育场啊前面吼，就是在我们四维路很广吼，这条路径宽二十四米，嘛是咱即摆新的。啊，公所的头前家，嘛是咱的82线溜落来这个所在，交通有够方便的啦。啊，今天呢转运站呢刷你家，而且好几个单位都进驻在这边，希望未来哈咱的破处，包括咱的这七通点的这些乡亲在大众运输方面它的在转运呢会更为方便。新建的转运站外观设计，融入埔主市上知名的八仙宫红白花在地意象，体现出在地特色文化。启用了后，会变作是埔主市的新地标，配合着埔主市区都市计划，会变作是埔主市新的发展。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